深耕花莲有机香草产业30多年的君达集团，选择了拥有92年历史的花莲高尔夫球场，举办第一届央越美地高尔夫球赛，邀请到全国各地高尔夫球爱好者以球会友，一起享受顶级舒压挥杆之旅。第一届央越美地高尔夫球赛26号正式展开，并且邀请全国各地高尔夫球爱好者以球会友，一起享受顶级舒压挥杆之旅。君达集团旗下在2019年5月16号开幕的央越美地度假酒店，以有机香草为主轴，提供客人气感疗愈度假体验、健康的度假概念，吸引大批注重养生的客人入住。开幕后，观光市场从一枝独秀。央越美地酒店规划结合健康、运动与在地人文的度假行程，在接近100年历史的花莲高尔夫球场举办第一届央越美地杯高尔夫球赛。邀请喜爱高尔夫球的球友齐聚一堂来比赛球技。我想我们央越美地从开幕到现在，我们的定位非常清楚，它就是一个养生健康度假最好的地方。那当然我们在很多的行程的 package 上，我们就设计了很多的专案，其中呢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也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运动，我们就结合了这样的一个 package。那我们发现这一次从整个我们全台湾所有来到我们央越度假的这些好朋友，很多人是大学的，那他们知道我们花莲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球场，那我们在各地区呢，我们也做了很多专案的推广，那我们把花莲的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球场跟我们央越美地呢做了一个资源的整合，我们就做了一个专案的一个推广。那发现这段时间来住宿的客人、打球的这些来宾，哇，每一个都是高手，就跟我们聊到说，哎，有没有机会让我们来打一场 PK 赛？所以我们就团队呢就规划了一个第一届的央越美地的一个比赛。所以这次呢很高兴的，我们有文道县长吴水云县长来帮我们做开球，一杆进洞的闻名的我们台湾所有的这些高手，今天也来跟他一起 PK。 所以我想这次今天是第一届我们央越美地，希望呢每年，刚刚县长提到是不是我们每年都来办，让我们花莲的球场跟最好的度假地方成为我们台湾所有度假的首选。球赛共计有60位球友同场竞技，第一届央越美地杯高尔夫球赛，前花莲县长吴水云、君达集团创办人及央越美地度假酒店董事长尹纯筹、花莲高尔夫球场副总汪玄洲先生等贵宾，同时展开一天的比赛活动。记者 Joy 黄色报道。